真无意思，真情菜事情都无过分。老小端水阳那是用职大人，是真的吗？我感觉你只是在勾引我。小情修得无理，真是的。人讲出家人不当公义，身为端水阳主持，又是现在佛门代表，更不能乱讲话。这名小青将来大有可为，真是的吗？但是这个将来都要等非常久了。哈，这句话绝对是真话，一定要相信我。为什么？因为出家人不但公义，恁真是过分，我要来去看佛剑大师了。王晶，这次进入魔城之内如何修行？其实什么修行也无，我根本无望清楚雷中的痕迹，就莫名其妙被送出了。我又在雷中超过一天，未曾察觉是甚物。我有看到一个真神秘的剑鞘，但是此人并不敌，所以我也无主动动手。我来硬是将华为进入的神秘魔鞘，哈、啊，恁有拄着？是，此人也依然动手，但是。伊并无对我动手，奇怪！你在雷中可有无上其他魔鞘？除了迄名剑鞘，应该是无咯。那通得来那将，通得来那将，什么意思？是，此时暂时到此，我一目了然。得了朋友，这项物件行李。可有派上用场？有啊，等我将他提出来，什么妖魔鬼怪都唔敢靠近，一路到底，无法遮蔽。哈哈哈哈！我嘛感觉我真幸运就对了。这位大师，不见大师好像真奇怪。快去看看。修房起来，不减昏睡，寒流结背，痛苦难当。眼前蝴蝶，性功显妙，似乎正在彼此共行。蝶，这块稳定脱之凶势。又巧收起蝴蝶。正当元首压上蝴蝶之时，突然间现场佛光大作，发电启动。是元佛祖，我只要你收起蝴蝶，云飞不起。这口蝴蝶才是你真正目的，不是吗？最后为何这样说？要想告别，当初你父亲在红军心中，我就做下面解救，一边将地救，转而交付在救你十年的交集，抵抗敌情的元佛祖心中。哇，你误会了，我当日随你使用那一副情言，你却依然放任。其实，你元佛祖所使用，乃是天佛七元像。我要红军进入魔城，你在试探你，连这后面也是试探你。你这个罪恶真正高过，连我也斗阵算。哦，你为了我的话，故意搞一红军这项信物，雄心出物，也是红军在雷中一路无助的原因。哈哈哈！你最后关键，就是要有重新的出现。你可以一招受挫，动作我之细算，再由同德来发出暗将，我可以断定发将者，若不是你之动机，便是你之真心。以此计，尽可将我怀疑红军的行动，最后下不心不简单。其实一切，你只是为了我的我，尽一切的信任，再多夺回蝴蝶之意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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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中出手，那就一秒不留。哦，哈哈哈！你家错葫芦，如何令那金电报？十生为何生？三业为怎人？笑天下重生，我七情六欲，心七情不二，佛闻罪之行。你无眼下天地进步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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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